哇，好想吃哦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瓜，我是二妹。今天我们吃这个烤肉做哈。我喜欢吃。你也弄噻。我喜欢吃，但我不喜欢弄。哪个弄啊？肯定你弄噻。走，我们把它腌制一下哈。它涂抹均匀一点的哈。我们腌制三个小时，开始准备一个烤架。你在上去点看嘛。非常高的。再试这个。来来，一箱木炭，把火再升起。木炭燃了，我们放下来。放点红色点烤鸡嘛的。要的。这个猪儿在给它绑起来的。先生，我拿给你。那你小点的，帮我拿点嘛。还老短了嘛。啊，啊，嘴边人搞菜都是哟。你来噻。再把这个推子给它绑起来。现在等得稳稳当当的，拿起来烤起。等你看，刚刚还合适。哎，这儿还可以烤火。这个才热火。我们烤上头，再给它刷成脆皮水哈。烤得非常的，我帮你吹一下。我再帮你放下哈。等你还有一条。想吃嘛，明说嘛，还帮我放一下。都上完了嘛，给我上，自己想吃嘛就明说嘛。我吃块现在你肚子在叫。这红菜烤得可以，全部烤熟了呢。这儿可以吃。哎呀，要得了，走。终于可以吃了。再来点秘制辣椒面。再来点出锅的葱葱。哇，好想吃哦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今天先吃一个猪板。不，我先吃屁股。你先吃屁股。吃这个。安逸的很。你那个炒的海鲜面好香哦，嘎。我都听你肚皮在叫唤了。烤两个多小时，终于烤好了。这个烤猪香是很香哈，就是特别的费时间，烤都烤两个小时。还腌制了嘛就？啊，但是只要好吃就不管没关系哈。